不收不收，就是说你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做一个句子这样子，把你们就是不能男生的一个字，我们给你的那个字哦。啊，就比如说我说啊，吃饭，你不可以说我今天下午约了爸爸妈妈吃饭，然后说啊，用餐啊，子杰开车了哟。那你这样子可以说英文吗？哦，今天不要跟爸爸妈妈吃饭，我说我不跟妈妈一滴呢。天哪，看到了，一定要华语啊，因为假如讲了就被打。哇，我觉得你的机会最大，被打了。哎呀，阿妹的，老师，开讲一二三四嘛。 今天我觉得我会中奖，所以我就随便拿一张，拿了一张纸，写了几个字。那些字是什么呢？我想了很久，决定不要写字，买万支票。喂，啊，那个什么支票是不是号码？是吧？是吧？是吗？那个字是。对啊，这个游戏很暴力的。 然后我告诉我妈妈，我忘记我考了几分。哎，然后我告诉我妈妈，我忘记我考了几分。那妈妈说明天要上学了，今天是星期天，明天是星期一。我也忘记今天是星期几。所以我问妈妈，今天星期几啊？好，接下来你们不能用这个字叫你我他。 刚才我应该接的是什么啊？刚才，我彻底忘记，妈妈就在这个时候问，伟忠啊，为什么不好好读书呢？于是，之前没有这么规则，我决定再换位。 谁换位？谁换位？到你。说到哪里？刚才，请重复。请重复，快点。说到刚才伟忠的妈妈问他。大家都是。 然后到本少爷的地方，本少爷啊！那妈妈问本少爷吃饭了没？妈妈就说吃了就好。等一下，本少爷去哪儿呢？哎，什么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深度一点嘛。等什么下？等什么下？等一下。 然后刚才那个过了呀，不是继续走的呢，不是第二题了，你我他啊，我一直在等那个号码出现，很累了，一直打了，我打到流汗了，哎，你们。
等一下，哎，你说什么？怎么门？别挤了，很挤呀，好热。到哪里了？到哪里了？倒过水。我不建议观众在家。你怎么建议说？真的是说多错多。本少爷就看到一个男的，然后他就。陈少爷，冯伟啊！本少爷说什么？本少爷说，What to say？ Just don't say that three words can really say anything。本少爷就再去吃饭。妈妈非常好奇，问了伟忠：“伟忠啊，今天怎么吃了那么多饭呢？”第三者，身为伟忠，本人跟他说：“本人说我在发育。”啊？什么在？谁在发育啊？本少爷在发育。那继续吧，继续啊！本少爷在发育，要多吃。吃啊吃啊，受不了，咱们就去大便了。这什么？咱们啊？咱们不算了。大便。哦。大完便之后问，吃吗？吃。神经病啊！你讲什么故事？讲什么故事？没有头没有尾了，再讲一遍啦，老板。还有吃大便吗？我不明白。在厕所里面，东西很多很多。东西很多。东西很多很多。看得很好奇，本少爷就用他的手机，本少爷的手机，然后本少爷就打给一个人，那个人接电话了之后，问了伟忠，伟忠最近好吗？本人就跟他人，本人就说不错，不错。句子越来越短哦。本人不错，那徐斌呢？徐斌很好，徐斌很好，但是。最近天气很热，那徐斌有没有去冲多一点凉呢 ？Cool down。越来越没有逻辑。本少爷就说徐斌最近没有冲凉。OK， 徐斌没有冲凉应该很臭，我也不想再闻了。你们懂不懂？你们谁被打的最多次的？Hello。感觉哦，大家都很喘，汗流浃背。那我看我们应该要下课了。看丽水来了，哎呦，哎呦，你们去哪去了？我们呢？哎，你算是有嘞，一直有啦。